早上好，我是 Steven Law， 现在来挖咖啡，但是有点早，水还没有退完。然后现在天气很热，太阳很晒，可是又看没有什么。然后这边有人在爬完，我在那边等一下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些螺，还有寄居蟹，看一下。这是螺，有多少？可以，这个可以来来吃，来煮一下可以吃。寄居蟹在下面。挖咖巴，先挑战一桶小土，挖，开挖，原地开挖。哎，这是我的第七一桶。哎，那有我得了一流。得了一粒，好多，再试试看，看手气好不好？啊，停停，可，哎，不是吧，没有了吧？哎，请什么人啊？哎，请我挖浅浅就 OK 了，可是挖深一点会。就找看有没有比较多，有一粒小粒的，这种小粒的，这算小，三回而已。停，这又有一粒，哎，壳。啊，又有一，这个算小哦，这个还算小，放回去。记得留言、订阅、点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我就要继续玩了。